喂，那他都要讲这法家了哈，所以甲有一句总结哦，总结的讲，秦始皇哦，用法家思想统一了全中国，这句话是正确的哦，一波用法家绝对无法度成。统一全中国，啊！即嘛，我国工作倒来，为什么儒家盛行？咱四处都有孔子庙，为虾米？哦，这个孔子这个人哦，毋是歹人，但是对某一种人哦有好处。秦始皇焚书坑儒了哈，这是不干了哈。这个儒家那一票向阴去哈，儒家哈汉武帝哈继位了，问群臣为什么秦国敢那？三代人家都灭亡啊！啊，有虾米理论，互我安尼？我的王位传互阮囝，阮囝传阮孙，阮孙传干阿孙，有即款的理论无？伊讲有啦，有啊，这是虾米理论？就讲儒家的思想。啊，儒家的思想是虾米思想？伊讲儒家是讲。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君君臣臣，君跟臣的关系有如父跟子的关系，按对啊？唔对？应该是对了哈。啊，请问你有几个老爸？一个啦哈。啊，对，父子之间这个关系是牢不可破，啊，君臣之间的关系嘞，君你可以有80岁的君，也可以有3岁的君，啊，你对3岁的君得君君臣臣，啊，你敢对？唔对，你不是对3岁的人效忠，你咪是对3岁的小孩子在效忠。你是对伊边啊，因阿姑啊，因阿叔啊，吼，因老母啊，因外婆啊，你安尼效忠都毋对啊啦，但是中国历史为虾米一百年左右都爱换一个朝代，都、就是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到尾就拢叫一寡无能的人起来做皇帝，啊那愈推愈好。啊，西方世界，东罗马帝国，一个帝国有2000年的历史，一个朝代，安那遐厉害，安那中国无到100年，啊，你那是人的28。原因就是讲，要接王位的人，一定是生林男主，就是爱超过20岁，会达波的。啊，超过20岁达波多，所以凯撒大帝死的时阵，伊去用刺杀死，伊个王位，毋是留互因囝，因囝才10岁，哦，伊个克里奥帕特拉生的第一个埃及生一个囡仔，达波囡仔，啊，伊留互伊的迄个叫做养子沃图吧，沃大维啦。所以这个王朝阁继续下去，沃大维会晓作践哦，会晓带领兵马哦，所以这儒家啊，儒家的好处吼、哦，我若做皇帝哦，我嘛要用儒家啊，拜我拜煞拜阮囝，啊，阮囝拜煞拜阮孙，安尼那无爽哦，所以儒家的思想的缺点都在下。
商鞅变法哈，一定二十爵位了哈，我要给他一定定也都有。好，废除分封制了，实行县制。好，制定连坐法，这连坐法真厉害。一个人犯罪啊，你规整头啊，人拢爱红条去问。所以商鞅犯罪哦，商鞅哦要离开秦国的时候哦，啊去一个雅典夜店住，啊这个旅馆讲啊你身份证我看，伊讲我无身份证，伊讲无身份证我都袂使留你，因为我若留到一个罪犯的时候，我甲罪犯比罪咧，哦唔敢留伊，啊所以商鞅买酒去用掠倒转去。在法家的经济方面，废井田制度。井田制度是什么意思？以前想到一个好方法，讲哦，咱哦，这八户的人哦，画一个井字，土地画个井。你做这角，我做这角，伊做迄角，啊，中啊迄块哦，大家来做。哦，啊，所以你家己做迄块哇。生产真多，啊，中啊，大家做迄块哦，无半时，无人要去做啊，那有人要去做啊？所以废井田啊，重农抑商政策，奖励耕织啊，还有个铜度量衡，这真了不起的代志。在2600年前，有法度统一度量衡哈。是真无简单，一个统一什么物件呀？车轨，迄个以前是用个牛车马车嘛，啊，这牛较宽淡薄，较矮淡薄，拢会使哩，吼、哦，爱个统一都爱偌大规定啊、哦，车距啊、哦，但是这个统一度量衡这样个代志吼。在台湾吼，无在中国无咧实行啦。到甲买手吼时，每人吼拢有两支手，一支手吼较长个，甲你买，甲你买布时吼，摕较长个机来甲你扭。啊，若要卖你哦，摕较短个机哦来扭互你。哦，啊就啊，所以吼迄个时阵。在16世纪，咱台湾人已经有台湾手，有台湾棍，上标准。啊，大家拢爱用台湾手、台湾棍。哦，迄是在台南有一个所在叫做台湾，啊，遐有一荷兰人设一个工程处。哦，啊，工程处出来的手拢变长。啊，所以用这个台湾手、台湾棍的人，拢是叫做台湾人。啊，所以规个岛叫做台湾岛，哦，这个度量衡有关联。社会制度实行小家庭政策，规定哦，一婚有两个囝以上哦，到个立户年龄哦，你若无该给因分开住哦，加倍征收户口税。禁止父子兄弟成年者同室居住，爱甲你分开。哦，即马哦，即马免讲，大家拢甲你分开啊。囡仔大汉啊，家己白走。哦，那赚有钱就白走，啊，赚无钱就叫伊老爸啊。了不要的下场了哈。咱台湾1878年，哈、哦，林宋文抗清的时阵哦，这个有发生在5月27日在江西里，现在屏东东港区以北米龙六龟的所在哈，六龟遐的所在了哈。啊，遐个人想讲，啊，我来挖万清，
主人哦，反正都对我好，哦，所以竖起大清的旗号，称义民，就讲家己是义民呐，哦，啊，向满清靠拢，哦，这就是做了白啊，我自愿要来做了白啊，哦，啊，这个9月27，哦，我完成啊，都是。对曾大典的部队，这林爽文的迄个副将吼，曾大典的部队退去，啊，啊，曾大典的部队败，啊，伊背腹受敌，前有前军，后有大干满清的义民军，啊，就退到下淡水时，下淡水溪啦吼，啊，但是即个抗清的人士吼，讲好。我来讲客籍六庄基地，你等下我后边甲拍好，我西过头来拍你的厝，恁家哦，六庄客籍六庄基地。啊，这个时阵哦，清满清的义民听讲哦，要求满清政府来个帮衬，满清政府、啊、连甩都不甩啦，我插你啊！所以哦，在这个客籍六庄基地专封台了，哦，清满清的月明义军哦，一夜无名，哦，啊，又闻基地被屠杀，哦，饥寒交战。无心恋战，好，清满清的义军哦，实付其九，是1787年十月初二，满清哦，清满清的迄个月明就是广东人了哈。爱恨有加了，不知心恨谁，所以迄阵吼，有一首诗啦。美人垂珠帘，身作蹴蛾眉，但见泪痕湿，不知心恨谁。伊唔知要去啥人，你要去满清，啊满清也无来帮忙伊，啊你要去伊的义民军。义民军来给你抬，你敢抬吗？人唔得蹲，都蹲来给你抬，好、哦、啊！所以不知心恨谁啊？目屎哭，但见泪痕湿，不知心恨谁？好、哦，对，好、哦，别让我做几句诗。这是我觉得新客家人理论，客家人唔是歹人，伊来台湾出生。就变成台湾人，莫阁讲客家人，你毋是做客，你是食的主人，即块土地是你的。若有即款的心理，我是食的主人，我毋是食的人客。那人客的时阵哦，都无要甲你处理一寡代志，袂使处理一寡代志。啊，若是我是主人，我看到迄个狗啊、垃圾，我都爱去扫扫的啊。对吧？就是有一个新客家人理论，你讲客家人的原乡在台湾，台湾是客家人流浪的终点站，客家人的终点站在台湾、哦、对，当客家不再是流浪的客家，把台湾当作永远的家，才是客家人的首要课题了。刚才恁先做为大陆的都会来，但是咱台湾人伫讲，我讲你都会人，我台北县都会，哦，深坑，啊，都无讲因阿公阿祖啊、太祖啊为都会来啊，你问十个计程车司机，十个拢安尼甲你讲，哦，无人甲你讲，哎，阮是广东的哦，阮是福建的哦，哦。啊，福建的啊！你问讲啊，你福建来迄个人的名叫做啥物名？
袂记诶咧。哦，所以你往过台湾就是你诶厝。哦，客家人的理论，新客家人的理论就是爱安尼。丁志良吼，这了别啊，相亲啊，完全该讲吼，我用三省总督的音呐来代理，广东、广西、福建三省的总督代理啊。郑芝龙转去挖完清了，啊，挖完清了后十七年，给完全感觉这个人无利用价值，转做一天。王国一个真水旅游，伊一个请去解雇啦吼。王国一个真水旅游船，因到在一靠打波的吼，迄阵查某无算人来，拢算打波的，在一靠最困个太太是。李志良本身是伊个小弟啊，因囝总是。哦，即你道歉吼，吼。会下场安尼，啊！即马佫讲，道清的下场也佫有1683年，满清政府来占台湾，台湾有兵，吼、哦，郑成功的兵也佫40000名，啊，40000名要安怎处理？掠去两个所在，掠去一个是黑龙江以北吼。哦雅克沙战役，和你热带的兵去冰天雪地呀、啊，去捡，啊，捡的都不死不归了，然后邓海龙死人了，哦，啊，一个雅去迄个西北沙漠哦去作战，哦，伊敢会信用你？啊，满清政府发表一篇言论，不管先降后降，都是抗清中台。所以你小想看卖，马政府的人要挖中共，啊，中共好，你来，我拼互你食。啊，但是到到一天的时候，台湾去浪去了，中台，是不是？好。就是要注意了吼。你不能靠拢你家己的后家己的独立的思想，莫去受到讲啊，我是在家做客，还是我家我都唔是，我要来做廖别啊，无效。哦，那看历史上哦，廖别的下场哦，拢真凄惨。但是伊在挖的时阵做廖别啊，光荣得很。哦，什么连爷也好。对，啊，即款谢爷爷无人该叫。啊，郑成功来抗清，郑芝龙都降清啊嘞吼。啊！相亲前哦，叫郑成功讲：“哎，斗阵行，斗阵行，你甲我斗阵来去吼、哦，享受荣华富贵。”郑成功讲：“哎，那有老爸叫囝叛国，不爱去。”啊！郑芝龙到北京了后，北京派兵入来，泉州府的这个安平城。咱台南有一个安平，就是郑成功纪念因老爸伊个故居吼，叫安平。安平城当时港口也够600台舰船，吼、哦，有100000名的士兵。啊，满清的兵要入来，啊，买守城的人买好入来，买好入来的时，伊讲哎，啊，恁大个都伫阮遐伫做客咧。我们都是同胞咧，哎、欸，听到有影咧吼，跟他同胞咧吼、哦，他跟你同胞，你跟他同胞，啊，都回这个，这个但不是同胞咧，烧杀掳掠，
啊，其中强奸着即个狄成功的老母田川氏，迄阵拄仔为日本来，啊，田川氏算吊刀自杀，所以狄成功转发誓要甲满清对抗到底。所以为什么老爸挖满清囝不爱去挖满清，道理都是底下。这是悬案的哈。翁氏被辱哦，翁氏，这个翁氏就是翁氏，就是这个田川啦，田川来啊，中国去姓翁啦，啊，自杀。啊，起兵的时阵哦，才23岁。以前讲起兵的时阵哦，1646年起兵。啊，迄阵一地多吼，即东宁王国吼、哦，啊，金门、厦门、高雄市。狄成功的死吼，有几耐原因啦吼，伊怕着破病啦，啊，政经乱伦啦，政经甲伊的迄个是第四个后生的即个太太吼，通奸啊，生了一个孩子，啊，十一个人去用台死吼，啊，还有个永历帝被着杀，所以狄成功因这群人。得陈友华吼，诶，组织下面成立洪门天地会，洪门天地会，啊，洪门天地会是为台湾创立的，我过去拢想讲是，这是大陆的帮挂，唔是，是咱台湾。诶，这个狄成功的算讲真相吼，陈友华吼，伊设计，干那拿一个杯，摕一个杯啊，一一个花心，啊，伫地点啊摆地摆一个吼，都知影讲这是红门的。我即马摕一个杯啊吼。安尼，这有什么特点无？这叫做吼三把半香。这点头，这支卡要点头讲，我的地位是龙头啦，吼、哦，山主啦。啊，若放喺中啊吼，都唔是啦，吼、哦。这还有个阿秋。你也按洪门的手，有人会晓举手者？拢袂晓，啊，拢袂晓。我吼，我头前即几个吼，我甲你握手，啊，你甲对后壁人握手，讲而且握手来对有啥物技巧滴吼、哦？来，知影无？知影吼。在哈，在哈，来，不在不？好，我传递了一个信号给你啊，不？我传递一个信号给我。啊，你一个后边讲。
所以这红门哦，天地会哦，伊无管是手，无管是地杯啊，无管是开始，吼、哦，拢有记录滴个。这个记录，郑克爽道歉的时候哦，把这个记录哦，藏在一个铁柜子里面，啊个等了海落去，过一百多年吼、哦，去用捡起来，捡起来哦。所以这本书叫做《海底》，海底啊，我有一本《海底》一本书啊，哦，当然是翻译的，不是原版的啦，哦，啊，所以知影讲这挂首饰，啊，这鸿门天地会哈、哦，是扶清灭洋，不是扶清灭洋，白莲教扶清灭洋啦，啊，但是还有一个青帮哈。哦青帮是啥意思？青帮是挖满清的帮派，叫做青帮，是乾隆皇帝吼、哦、去做的。王国漕运，你这条运河的人吼、哦，做工人拢爱加入青帮，所以蒋介石嘛加入青帮。哦，台湾的迄个所谓将官，大概拢是青帮人士。啊，这是摆第一酒店来对吼，摆牧羊镇茶镇哈，啊，这茶镇哦，看多多布镇，这块杯在外口，啊，你看到都爱个杯提来对哈，安尼你是该感觉的，哈，啊，一杯茶。啊，一杯清水，啊，你都爱把清水泼去上，停地了落去，泼了清水换红茶，把迄碗清个倒去上，啊，换红茶，鸿门的茶，这拢有啊。啊，即马刷落就是，咱时间无偌济，较紧讲个，台湾。在1895年，中国在1930年发生战争，日本来，当时台湾人口300万，伊只3800万，土地36000平方公里，即130万平方公里，日本兵用76000名，在中国20000名，啊来台湾哦，开6个月的时间，打到台南。啊，台南的时阵吼，首将吼，首将叫做台南守将吼，叫做刘永福。刘永福是抗法名将嘛，哦，啊，抗法名将，伊讲要投降，啊，日本政府讲若要投降，都要来我军中来甲跪啊，哦，啊，伊全化妆做阿伯啊。啊，为港口就走。啊，咱台湾人叫伊讲阿伯啊，浪港。因为安怎呢？咱爱浪港呢？你军爱浪起来一条，啊，才划去港，划去船，才去船顶。啊，啊说阿伯啊，浪港，就是登山兵。好、啊。啊，好。啊，都装作阿婆走啊！啊，浪港啊，你要为港口走嘛？啊哈，装作阿婆啊！哎，对，啊，过港口是不是？爱滚爱浪者？啊！哎哎，啊，都爱浪一下哈！阿婆浪港。那主要讲，住喺中国东北是台湾人，日本开3个月就甲伊占来，啊，佮土地遮尼宽，那是台湾人伫中国东北的时候，日本爱开几年的时间才拍下来中国东北，到1816年啦，哦，
所以中国吼、哦，那个官方的军队给赶走，啊，都拢投降啊。啊，咱台湾是官方的军队招待生，嘛是同款。啊，但是咱摕德国刀菜刀去遐拉，啊，遐拉拉六个月，哦，啊，伊都搁征兵哦，搁征兵哦。这个啊，搁一项代志吼，就是咱的迄个思想内底吼，唔对的部分，咱有扣骨的习惯，这个习惯实在真歹。这个习惯就是看讲吼，满清政府那个骨郑成功甲郑经的无。啊，因为你骨节无袂痛起来，摕来中国伊是带泉州咧，带个摕来泉州带咧。啊，当时伫台湾要过一百外门的明朝的大臣的官，迄、那个王阿妈个骨咧个，骨头个翘翘的，嘿，啊，台湾人看到，这个习惯爱找爱学，所以台湾人有一个歹习惯。扣骨，啊，扣骨的，啊，骨头若拍无两三支啊，变啦，扣无，啊，恁老爸啊，恁阿公啊，甲你骂一个臭头，吼、哦，不使安尼做，全世界无人在扣骨，吼、哦，除非这个所在爱搁另外搁清理啦吼，倒、哦、有啦吼，无、哦、是无啦吼。哦咱即摆看看迄个讲义，无偌侪时间看讲义吼。47种亡国的征兆，凡人主之国吼，国小而家大，权轻而臣众者可亡也。啊，我的解说吼。你可以用你的概算，国家弱小，臣子权重于君主，势力大于君主，可能灭亡。国家弱小，金小刀权力重于君主，势力大于君主，可以灭亡。按你对不？哟，好像头前就对嘛吼。啊，第二项，减法禁而勿虑谋，荒风内而持交远者可亡也。不重视法规，只在计谋，不理政事，找外援可能灭亡。下了，马英九。所以也尊重，只在意计谋，给你台湾钱出未了了，不理政事，专找外援，有一点像哈、哦。啊，咱即马讲到转来，你家己管理你迄个单位是毋是有即落现象？哦，家己爱注意。群臣为学，门子好辩，山谷外积，小民幼障者可亡也。这句话解说，群臣喜好研究学术，就是不务正业；贵族子弟爱好争论是非，哦，内斗。这基本上就是 Facebook 哈、哦。商人将货物囤积国。外国无贡献、哦、平民私斗严重，
可能灭亡。哦，这是两千多年前、两千六百年前写的东西。号公是台谢坡池，四车服器好完好，罢入百姓，前奸或者可亡也。君子爱好华丽生活，压榨百姓，浪费资源者，可能灭亡。我来开一个花博，花博该开几百亿，啊，得到什么？得到一个讨论会啊，啊，招罗会，对了啊、哦，用十日祀鬼神，信仆痴而好祭祀者，可亡也。君主迷信，可能灭亡。爱算命哦，哎，哎，细讲在啊，好、哦，爱算命哦，这算命哦。我也有去学的，我会用背字，我会用易经，我会用堪舆、啊、我学了后，我感觉这套学问我会用了，我放弃，我败，这骗人的，完全骗人。说一个，你一定把你的亲戚朋友生出来囡仔去用相命讲啊，这些囡仔哦，克父克因老爸，所以就爱带去给因阿哥饲，啊，得叫带倒转来，吼、哦，啊叫老母叫做阿姨，有无？有恁有拄着？啊，这就是八字害的啦，也有这代志。啊，八字的缘由吼，我会使以后有时间讲这八字的缘由，吼、哦，金木水火土啊，什么相生相克。啊！啊！你若唔相信哦，台北甲你相命唔相信，你去台中、去台南、去高雄，大家拢甲你相同款。啊！你心理崩溃，啊！所以囡仔都爱上班啦。所以哦，这就是迷信啦，吼、哦。听以绝不待参宴，用一人为门户者，可亡也。以爵位高低来决定谏言是否采用，而不去考验是否属实，只采用一人的意见作为资讯的来源，可能灭亡。金小刀，好、哦，咱让你聊聊去查吼、哦，就知影讲因犯的错误在倒位。哦，啊，咱家己嘛要避免这个错误。哦，咱个讲一条。官职可以重求，爵禄可以获得者，可亡也。国内官位、禄位都可以用利益来买或权势换来，可能灭亡。这有什么呢？这卖官的例哦，真多嘛吼、哦。迄、那个，这个林义士嘛在卖官嘛吼。啊！伊分作三分，三三二三。啊，三三是何些人？三三何些人？三千万何些人？嘿，一个搞，就是三三二三，就是安尼啦，对不？啊，不然就分三分，啊，都拢换做美金。所以这个哦，官职可以重求哈，我钱都会使买，缓心而无成，柔如而寡断，好恶无绝而无所立者，可亡也。这该说哈，君子处事决断慢。而且都没完成啊，马英九嘛，遇事软弱而不决断，嘛是马英九，好坏不会判断啊，拿不定主意，可能灭亡。
对不？咱安尼落去比较，咱主动吼，咱主动都会进步。你迄个单位，你个单位吼，嘛是同款会犯即个错误，啊，即个错误都事前你有，我听完印即个讲义互你，的确对，都会犯着错误，吼，啊，要安怎来补救？拢会使，所以你说你看，2600年前韩非子写的物件，即马来用也够足好用的。哦，我看今仔日时间到啊，吼，咱讲到这，结束，感谢各位，请起立。今日老卡食饭。